有种视觉冲击叫迪丽热巴，穿机车夹克搭蓝色开叉裙，再次惊艳韩媒。最近迪丽热巴前往韩国出席品牌活动，再次以热巴式的美貌惊艳韩媒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活动当天，热巴以一身黑蓝撞色服饰牢牢抓住了大家的视线。活动当天，热巴 Louis Vuitton 2020度假系列服饰，大家都知道 Louis Vuitton 自带宫廷华丽感，而热巴独特的妆容特点将这种华丽感发挥到极致。夏装的宝蓝色开叉短裙华丽耀眼，泛着光泽的丝绸自带高级感，裙子的开叉设计融为一体，再搭配上与上衣同色的短靴，大写的惊艳。其实迪丽热巴对皮衣的热爱不止一点点，在热巴的很多私服里都有体现。今天我们就来跟着热巴来学习一下皮衣应该怎么穿。皮衣自带质感，牛仔短裤热辣休闲，而热巴再搭配上用皮衣和短靴来中和碎花裙的艳丽，让整套造型变得又甜又酷，十分带感。